哎，大成哥，俺娘不是让咱在家等着吗？你带俺来这干啥？估计二刘蛋肯定会带人去家里找。可他也知道这，这里有这玩意儿，万一被他发现，先插死他再说。对。 三儿，你在啊？二子，找铁蛋是吧？嗯嗯。铁蛋，二刘蛋，别以为你手里有枪就能吓唬我。咱接着打。哎，俺不是找你，俺找海生，他过去见了俺就揍俺，还偷了俺祖宗牌位。娘，这小子实在是太狂了，今天俺非揍他一顿不可。铁蛋，别以为俺怕你，如今俺爹回来。 整个龙王岛都是俺吃家的。二子，你找海生，在我这闹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海生跟着叶区长走了，记住没有？不对吧？你这小子跟我作对是吧？你忘了谁把你救出来的？你当时又是怎么说的？当时那个想搜是吧？来。 来，哎呦，不不不，哎，朋友说，那什么那个，二少爷啊，俺这跟你说嘛，你非不听，三好啊，二少爷找人心急，哎，你先把他撒开啊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。他心急，我看你也心急，来，你搜。不是不是，误会，误会啊，没事。给我走。误会，误会，走走走，走了，走了。 多危险！进去。啥？还有脸到我这来要钱啊？陈局长，息怒，息怒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当初您派李祖忠过来成立暗杀派，这不俺们哥几个都找来了。他说，只要俺们跟着你好好干，不但能得到重赏，而且还能。 到青岛好好乐呵乐呵。是啊是啊。哎呀，当初啊，我们为了您，跟王四杰他们干了好几场。当初八个兄弟，现在就剩俺哥仨了。你就看在俺们崴倒的几个兄弟份上，赏俺们两个吧。对对，这回俺还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为你，汤汤汤汤你个大嘴！ 我问你们，叶红山杀了吗？啊，这王四江为什么还活蹦乱跳在海上打鱼啊？海葵是谁？我们家那些财宝呢？李总都就这么说的，那你找他要钱去。他架子了。我看你们仨也快架子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他们仨惹您生气了。 一群废物，什么事没干成，还舔着脸跑到我这里要赏钱？滚，滚，都滚！三条眼儿，你跟俺瞪什么眼珠子呀？你没听见大哥让你们滚吗？ 他娘，你跟谁行？嗯，哎，大哥，啊，就这仨贱货，干脆轰走算了。哎呀，大哥手底下缺人，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管他还是好货还是贱货。
先凑合着用吧。他娘的，白忙活，狗咬住嘴炮，一场空。三哥，你想想办法。哎呀，艾总，这枪啊不会用，你教教。俺请你喝酒。这他娘鬼子枪。鬼子枪。嘿，适合你。 能说话，儿孙万代能报仇。这副对联，文气与杀气，凌月纸上啊。萧副官对书法也有偏好，小有精通，但是跟您比起来，就差太远了。萧副官深藏不露，今天高兴，比划比划。 见得思义，石局长，见笑了。这几个字，简直登峰造极呀！啊，嘿嘿，看不出来，萧副官年轻有为，文武双全呢。石局长，过奖了。与您比起来，实在是拿不出手啊。见得思义，萧副官是要提醒迟某。 既能见得钱财，又要识得道理，共勉，共勉。家里的祖宗牌位让那些穷鬼们偷走了，我只能先委屈一下列祖列宗。儿子，把这个放在供桌上，这个拿去裱一裱，挂在供桌两边。明天池龙章就要来抢占这里了。 海生，你趁着天黑赶紧进山，跟叶局长他们会合。俺不，你都能留下来跟池龙章斗，俺凭啥不行？再说俺爷爷还不知道于八头子回来，要是他今天晚上就回来怎么办？还有，俺们独立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。你留在村子里面非常危险，今天你也看到了，二刁蛋亲自带人来抓你。万一你出点啥事儿，我怎么向你爷爷交代呀？三婶。 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腿长在俺自己身上，咋能让他抓住呢？娘，就让海生哥留下吧。都赖你。既然你不是小孩子，话我也不多说了。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记住，在村子里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要先思考再做决定。只有保全自己，才能更好有效地打击敌人。 记住没有？俺记住了。今天你们俩根据形势果断的转移，这一点值得表扬。好了，我先出去，你们俩跟着我，不能近，也不能远。如果我这发生什么情况，你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撤离，记住没有？知道了。知道了。祖宗在上，不肖龙章回来了。 龙章定当重整家业，光复门第，望池门祖先庇佑。
我们家里还有好几个兄弟，不就是为了这点赏钱吗？他想一个子儿不给，让老子滚蛋，没门儿。三兄弟啊，说起来，俺也是一肚子的气啊。你是知道的，你大哥。 他提着脑袋跟着吃龙江10多年了，别的不说，就说这个院子吧，你就看看俺家这个院子，你再看看人家池家的那个大院子，嫂子。 如今，你大哥是为了池龙章死了，他池龙章回来了，他有来看过俺一眼吗？这回，你大哥死的利落呀，不仅连个棺材都没有，他连个尸首都没了。 嫂子，嫂子，你别难过。嫂子，嫂子，时家不仁，咱也不易。等俺瞅准了机会，狠狠的弄他一笔，完了俺就带你远走高飞。快，你赶紧躲起来。放啥？现在是咱的天下，谁？ 三哥，耳朵，三婶，铁蛋儿，今晚哪都不许去，赶紧睡觉。那二舅奶奶呢？她不会再来了，把那扇窗户给娘留着。三婶，是不是俺爷爷回来了？今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许出这个屋子，这是命令。 平时看着三婶文文奏奏的，原来是位女大侠呀！老会长，这回真是顺风顺水啊！没想到这么利索就把事办完了。趁着石龙章没上岛，咱回去得好好喝两口啊！好，行啊。哎，老喜。 加把劲儿，老喜，不等天亮，我们就回家喽。好嘞，兄弟，加把劲儿。好。真的？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你回声那小子亲眼看到的。还有谁知道？二刁蛋，二刁蛋那兔崽子也知道。坏醋，快！晚了再让狗日的给刨了。走。 龙章啊，你别急着对付那帮穷鬼了，快找找咱们老祖宗留下那几箱财宝吧！哎，哎呀，俺那一忙的抓海生都忘了。爷爷，二虎把咱家的财宝藏起来了。完了！哎，大哥，带上弟兄们去！哎，不是，龙章啊。 可使不得呀！咱们池家18代祖宗全在那里呢，破了口子，咱们池家可就完了。哎呀，爹呀，已经晚了，咱家那口子早就让二虎给破了。完了，带上人，先把池家的财宝拿回来，然后把二虎他们家祖坟也给刨了。啊，好，马大，那。 那就带几把香草，还有贡品，多带些钱啊！可别惊动他老人家。明白，明白，快去吧。他妈姓贡的，我跟你们不共戴天！
没错，这他娘的土他妈都是新的。哎呀，这会儿咱兄弟仨可发财了，狗日的，不给钱，这回咱自己整。二老，你过我这里面能有多少钱？哼，这里面够咱兄弟仨。 一年走个高飞，吃一辈子，一人娶八个媳妇都够。小娘们，来！快！哎，你们站住！不拉车，弄住个箱子里，你扛着，我取车去。哎，去！笨女人。 不能离开这间屋子。是。麻子，麻子，爹，麻子去祖坟了。哎呀，你说这腚还没坐热呢，难不成他们又打回来了？ 帅娘在外面跟海匪打起来了，走！马大哥，哎呀，别开枪！马大哥，你别开枪！ 啊！拿那个，不许动，举手来！快，军长殿长！哎，好，共军来了，共军来了，走！ 灯塔，我送支援。是。学长，不好了，共军占领了灯塔，你赶紧带着人增援，把占领灯塔的共军全都给我灭了。是，跟我走。走。把机枪拿出来，塞在手上，不能让共匪打进院子。是。 海星同志，海科同志，时隔两年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青岛一别，没想到在龙王岛相见。海星同志。
我们的同志出海还没回来，请你密切注意灯塔那边的情况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把电线连上。我明白，剩下的事情也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多保重。 萧副官的命令，我们不能出去。老子不是让你们来养海参的，姓肖的呢，把他找来。陈局长，你找我？共军已经占领了灯塔，马上就要打到大院了，你在这按兵不动，什么意思？陈局长，现在外面情况不明，还是慎重点为好。慎重？切！好你个萧副官！ 无非是几个赤匪游击而已。你马上派人出去协助抓捕，否则小心你的乌纱帽。命令船长，马上把军舰开到村外海边待命。是。还有，带上你的弟兄们，跟我到海边走走。是。 共军，队长，红灯灭了，俺还以为……赶快让灯亮起来！队长，天快亮了。再说，共匪把电线切断了，我们又没有备用电线。 找块红布，挂上去。是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个混账东西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哎呀，大哥，听到枪声啊，俺就想过来了，可咱家门被……怎么了？炸了！炸了！你，海边上等着王四将，你们几个跟我走，走。 你，找件穿过的衣服，啊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伙计们，加把劲儿，快走家了，我们。好嘞，伙计们，加把劲儿。 老爷，马上到家了！哎呀，祖上啊，在天之灵啊，俺对不住你们呐！老爷呀，你说，大哥，你快说啊！ 弟兄们，准备迎接！等会儿，喂，老会长，你看，军船，伙计们，转舵，咱们转舵！咋了，老会长？启动闸已经上岛了。啊！
滚住！哎，伙计们，赶紧顺道！哎，快点儿！大哥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听，说老大，大哥，全了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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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哎呀！不是，城市不足，办事有余的王八蛋呐！哟，马队长，这大清早的，练什么功呢？练个屁功啊！人瞅着啊，这是老的，就抓住王四江了。结果你们军船一来，就把王四江给吓跑了。王四江？啊，对，昨天营区区长说什么王四江？王四江？啊，对，他在哪儿啊？那不是渔船吗？不行，队长。 王四江啊，就在那渔船上，行吧？你用你的火轮子去追渔船，行不行？这一没风海，二没发现共军，追谁呀？这追王四江啊！他追谁呀？张排长，你带几个人把鞋脱了，趟水过去划船，过去告诉船长，马上掉头去追那几艘渔船。是，多谢。 这都活了定了，还脱什么鞋呀？马队长，我们军人可不是保安队，这良好的军容能体现出严格的纪律，这样才能有超强的战斗力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说那个大道理俺听不懂啊！哎呀，我的亲娘怎么来了呀？要这样下去就晚饭秋了。弟兄们，登船。哎呀！ 快点啊！想偷了财宝远走高飞是不是？知道是池军长叫你，你现在问问他，他死了，咋说？ 看见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见了！你还敢逃？区长，俺后排在从小在海上漂着，动他的字不是一个呀！我先留着你们俩狗命去，等我抓住了叶红山、王四江，这笔账一块儿跟你们算。报告，王四江来了，抓到这儿，又跑了。 什么？消防官已经领军舰去追了，总算办了件正事儿。跪下！小副官，就是你们打这个旗语跟俺们这不一样啊，他啥意思啊？哎，不。 这王四江还没抓着呢，你怎么要走啊？抓不着了，怎么能抓不着呢？那旗语你看不明白？那意思就是目标消失。怎么能消失呢？那不在那儿呢吗？那你自己去找吧，等你发现了，告诉我。不是。 这对我海匪的老招关键事儿真管用嘿！不觉得一拔，船舱一进水，嘿，咱们贴着海面，嗖的飞了嘿！就算是火眼金睛也看不出来喽。哎呀，这一招啊，也不是经常可以用的。初一十五，涨潮退潮，天亮的时候浪滔滔，现在刚好啊是涨潮的时候。哎呀！
我们的船一低，两公里以内就看不见我们的船了。跟你出海啊，太好了嘿！连老天爷都保佑着咱们呢。哎，不知道石龙章把咱们村划成啥样了？子敬，咱们去哪儿上岸？哎，摇到海西吧。好嘞，伙计们，咱们绕到海西上岸。 王四江跑了，为什么不去追呀？不是俺不去追呀，俺正要追的时候，萧副官来了，俺寻思他那个大火轮子跑得快呀，就让他追呀。结果他追的时候啊，这王四江就不见了。对，我让他知道，俺也不是吃素的。到村子里去，把跟王四江沾亲带故的抓过几个来，杀了他们的头，我祭我老祖宗。 快去！啊，是是是是，你给我走。吃早饭了，两个小壮士起床吃饭了。壮听不见是吧？娘，你吓死俺了，俺还以为海匪来了呢。做梦是不是？起床了，海生起床吃饭了。三婶，俺爷爷回来了吗？ 你们俩在家把饭吃了，我去看看情况，哪儿都不能去，记住没有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别慌了，刘掌柜的，哎，刘掌柜的，家家户户的，甭说开门了，连个头都不敢露，刘掌柜的。 你胆儿挺大呀！干啥呀？这是。这个，你得去问王思江啊，别从家哭哭啼啼的，跟发疯似的。把他们带走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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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这一拨人里头，说不定也有你一号。海生哥，别去，快回来！怎么了，铁蛋？俺没拉住他，他跑出去了，俺要去追他。去了，哎，孩子，回来！海生哥要是被赤龙抓去了，就活不成了。哎，你听娘说，现在必须冷静，让我来想想办法。铁蛋，你记住了，首先要把仇恨放在心里，才能打击敌人，懂吗？ 你们俩听着，给你们俩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大哥，多谢大哥不杀之恩。大哥，你发话吧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俺也在所不辞。给俺把刀，老子把他们给甩开了。慢着。 给他们每个人身上塞成一根手榴弹。明白，把手榴弹拿来。行。三哥，正是要飞鱼肉啊，咱俩就跟这个，快点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石龙章，大伙人你都懂的明。 俺一人多都是十八辈儿，快点的！海生，快，快过去！快点！走！爹，我疯了你！
在上，龙章不孝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绳子给解开。好。丈母娘的地，开始。你有劲。海生，我听你的了，马上我就把人放了。快把他拦起来。娘的，你吓死老子，打死你。儿子，把枪放下。杀人不眨眼的畜生，就说你朝俺来！爹，快杀了他呀！别好了，留着他，我让他亲眼看看，跟我池龙章作对是个什么下场！动手！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咱们这里就是抗日根据地。是，咱家还给叶区他们往这里送过军粮呢。快走两步，说不准叶区长就在前面等着咱呢。哎，这两天也够累的，到地方咱得好好歇歇了啊。哎，到了。哎，嘿嘿，到了。哎，怎么没人啊？叶区长可能到别的地方执行任务，咱们先在这里住下。老会长，要么回村里看看。啥情况啊，老会长？哎，嘿嘿，可把您等来了。我就说他们在这儿等着呢。叶局长呢？他和二虎队长护送干部家属去驻南根据地了。哦，这不派俺带人在这里等你们。啥时候回来呀？最近海曲十九所一带增加了很多敌人，不好说。哦，先坐下啊。坐坐坐，来坐坐坐。娘。走了武工队，来了独立营。从即日起，加强巡逻，严加防范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个独立营，它是些什么货色。你说。